的肌肤吗？今天看我们 CJ Wow Show 就对了，因为呢，强力推荐大家 Krezen 天然精华面膜，韩国制造，信心的保证。哇哦！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今天呢，一个套子有五种口味哦，就有五种不同的功能，可以满足你根本就是不同的需求啦。是的，像是舒缓啊、提亮啊、清爽啊等等的。重点是，请看好，你没有看错哦，是买五十送五十，超级大放送，就在今天而已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市价是490令吉，马上就可以省下391令吉，疯狂的优惠价，只需要99令吉而已哦。天天精彩，天天哇哦！是的，大家早，我是星星。星星啊，你知道吗？女人啊，爱美呢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是我们天生的一个职业，没错，而且是永远的。真的，或者说呢，应该保养呢，是我们一生人都要在做的事情。是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要把自己打扮起来美美的，就是要从里面呢散发到外面来，然后呢，基础一定要做好。是的，像是很多时候呢，妈妈都会叫我们，要喝多点水啊，天气很热啊。你知道天气很热要喝多点水，可是你有问过你的皮肤吗？你有给它喝水吗？是的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一定要好好看一下我们 CJ Wow Show 隆重强力推荐您的这个新产品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Krezen 的天然精华面膜，一共是有五种那么多，看到吗？有各种不同的，包括说樱花啦、石榴优格啦、柠檬蜂蜜啦、木瓜酵素，还有海草。真的，重点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套组是50片的面膜，还要再送给你另外50片的面膜，也就是等于多少？100片，只需要99令吉而已哦。什么？也太划算了吧！100片的面膜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面膜达人 ，OK， 我跟你讲，我就面膜达人，每天呢都会去搜索市面上有什么面膜这样子哦。其实市面上的面膜呢，一片呢已经是差不多要6块到7块钱这样子的。我们今天换算起来的话，100片面膜的话，99块钱。除起来不到1块钱，太划算了吧！真的，问一下大家，现在有1块钱，你可以拿来做什么？买糖，买3粒糖果咯，还是买一个冰棒咯？你知道天气热的时候，冰棒一下子就融化了。真的。但是今天哦，这个99仙的这个面膜，可以让你好好的滋润滋润15分钟，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肤啊瞬间喝水，然后瞬间提亮，真的。因为呢，我要讲一下啊，就是我们呢，身处在非常炎热的国家嘛，马来西亚嘛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说我们脸上呢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问题，有时候就是会干呐，会有斑呐，或者是会油啦，其实都会在各种不同的时候，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买不同的面膜来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有五种不同功能的面膜。可以满足你肌肤所有状况 ，OK？ 是的，像是女人的肌肤其实是有一个周期的。现在呢，给大家来看到的就是呢，石榴优格，你看 brightening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提亮的部分。而且你有没有看得到？我们近看一下这里。30g 30g， 我跟你说，你在外头是很难看得到这个30g 的一个重量，也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精华液是满满的。不信的话，我现在这是完全全新的是的，马上就开封拆开来，有看到刚刚有哔滋出来的感觉吗？是的，因为我们讲30g 可能我们这样子讲你看不出到底有多少，没错。但是呢，让星星来示范一下，你就知道说它的那个30g 的精华液，你看，天哪，像流水正流出来，无止境的一直在流，而且重点我现在是没有用任何力气的你看，我现在尽量挤它，越来越多的这个精华液出来了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闻到的是一阵阵香香的这个石榴的味道。是的，这个石榴的圣品啊，真的是现在大家都推崇的。OK， 你看到吗？这个30g 其实到底有多少呢？是，如果呢，今天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瓶子里面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个精华液竟然有这么多，可以看到吗？我的手上这样子的一小瓶，好好但是其实呢，
这样子一小瓶哦，如果今天你在外面要买的话，其实很贵耶。是的，这个呢就是30ml 在里面 ，OK。所以呢，你要想一下。一片面膜里面有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精华液的存在，真的太划算，而且呢，一片不到1块钱，只是99分而已，你可以相信吗？是的，而且重点是呢，为什么说敷面膜很重要？我跟你说，现在哦，我只用我的手哦来示范给大家看，你就可以知道呢。平常如果你没有敷面膜的话，你没有让你肌肤喝水的话，它的状况会是如何？是的，你自己看一下哦。很多时候呢，大家都忽略了这一点，觉得说，哎呀，平时我们擦保养品啊，29.4的水分。然后油分则是44.1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油水不平衡，非常的典型的一个情况。而且你有看到红色吗？红色代表什么？很危险，很危险！不要想起来了，必备 ，OK。所以呢，哎，当你看到这个红色的时候呢，就是警示的时候了。佳琪，我们已经卖出了10套，大家再接再厉，不要忘了，你今天是50片哦，再送50片，一共有100片的面膜。你看，现在我就拿另外一个口味，算是我们的木瓜紧致的面膜，木瓜酵素。是的，我把它给打开哦，然后敷在我的手上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质地到底是有多么的清爽。是的，你看看啊，其实哦，我们每一天呢，我觉得说现在女生呢，她们都知道说这个面膜的重要性啦，香吗？香吗？很香，而且它的那个香的味道哦是。纯天然的那种香气、哦、你看、欸、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这个是、哦、全韩国制造的、哦、所以你知道韩国是一个美容大国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用担心的啦。而且佳琪，你看我敷在我的手上哦、嗯、它非常的贴合我们的肌肤，是服帖，有没有看到超服帖的、wow ，而且呢，你看哦，现在哦是非常透光的，真的，这代表什么？它是很薄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所有的精华可以好好的吸附在我们的这个肌肤上面。是的，很多人呢都担心说呢，就是说哦，我们已经卖出了30套了，妈妈们今天真的是要加油，因为呢，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优惠不是天天有的，买50。还要送给你50，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50%的折扣。可是50%哦，今天才99块钱而已。99块钱100片的面膜，你一个月啦 ，OK？ 我想说一个礼拜你做2天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你一个月是不是只是用8片？真的，你这边可以用1年呢、欸。而且重点哦，佳琪，你知道吗？它的这个精华液真的是太多了。你看，我整只手哦，到手肘哦，我都可以给它滋润一下。是的。然后再来是呢，你手上呢还有嘛，对不对？你在擦你的这个脖子上哦、oh ，然后呢，最主要是现在哦，我把它给拿掉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滋润程度到底是有多少，到底有多少？因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红色的嘛，是阿拉姆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马上来看一下之后呢，它的那个差别到底有多少呢？哎，可以 zoom in， 我们看一下。看到吗？马上呢就已经是增加了1半之多，哎，天哪！而且你看那个油分也是瞬间减少了，从29一直增加到56。我跟你说，这太惊人了吧，对不对？好开心哦！哎，你自己想一下哦，我现在呢才放了大概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，它就已经可以瞬间的像是吸水、喝水一样保湿。你试想想一下，如果每一天哦你晚上敷一片。甚至是每隔2天你再敷一片的话，我们的肌肤状况肯定是可以水当当的啦。是的，所以呢，大家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，50加50、wow ，全部只需要多少钱呢？99令吉而已。真的，你看这个50加50到底有多少？我让大家看一下，你就会觉得心旷神怡。为什么这样讲 ？OK， 你看到吗？这样子满满的一个哦，是50片而已、哦。没错，对。如果呢，我们再送给大家50片的话，它就会像这一摞一样，哦、哎呦，好重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你可以放在 store room 里面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放在你的冰箱里面，满的100片，你有没有看得到？真的，哎，100片也太壮观了吧！哎、哦，你想一下啊，这100片呢，你可以拿去送给你的姐妹啦，然后妈妈啦，或者是什么都没有问题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，或者是上到我们的网站去吧 ，www.cjwowshop.com.my。
今天买50送50，你没有听错，只要买我们 Crescent 的50片，还送给你另外的50片。哇，试驾哦，真的是需要490令吉，但是今天在看电视机节目的你们超幸运的，节省了391令吉，疯狂优惠价只需要99令吉而已。所以你看一看哦，一片的这个面膜平均价不到1令吉，只需要99.3而已哦。是的，滋润肌肤刻不容缓，我们所有的可以算是观众朋友们，赶快拿起你的电话呢，拨打我们的热线，再来就是上网到 www.cjwowshop.com.my 抢购吧。卸完妆要上 moisturizer toner， 很多很多很多步骤哎。如果有面膜的话，就可以搞定了。我跟你说，晚上啊敷一片面膜，然后躺在床上这样子，真的是至大享受。真的，而且你看，我真的是面膜达人哎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真的是很懒惰，就是每一天呢要放啊 moisturizer 啊 toner 啊、很多的步骤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你这超累的时候，你看我在车上哦已经超累了，但是我不会忘了敷面膜。是的，但是我觉得说啦，每一天呢、哎呦，你在哪里哦？我在飞机上。飞机上也要做面膜？哎，飞机上坐飞机的时候是。皮肤特别的干燥哎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好好的保养一下。你下飞机，你去旅行的时候才可以美美的啊。对，哎，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看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做了一般的这个护肤程序之外呢，其实呢，面膜就是我们再把它加深一层的这个保养跟保护。是的，没错。我们不是叫大家把 toner 啊、把 moisturizer 都给丢 掉，没有，没有哦。哇，我们卖出了52套了。没错，你看各位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很多的女明星啊，甚至是。很当红的艺人们，是真的每一天都在敷面膜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每次都看到啊，他们讲说走上街都在敷面膜，我真是吓到哦。是的，没错。当然哦，你看我们现在的电话在战线当中，是的，我们在教大家一个方式，就是呢，赶快先上网 www.cjwowshop.com.my， 你可以插队先抢一票。真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买50送50的这个优惠啊，真的不是每天都有的。你想一想。想啊，买50送50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，商家哪里会天天做，亏本在卖的，只有你知道吗？老板疯掉的时候才会做这件事情。真的，所以你想一下、啊，买50送50，然后又只是99令吉而已哦，是，然后又有5种不同功能的这个面膜让您选择，这样的好康不是天天有的，真的。而且哦，妈妈自己想一下哦，你每天上巴莎买菜，然后呢，就是呢精打细算省下来的这些钱。都拿去买鱼啊，买肉啊，给孩子吃，给家人吃。但是你有问过你自己吗？你有好好保养自己吗？对，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啦，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用最划算的方式来对自己好，也是很好的，有没有？因为今天的这个99块呢，100片哦，你一个月里面哈、做8片，我们比如讲一个星期啦，做2次的话，一个月你就是做8片的话呢，其实呢，这个可以用整整1年呢。真的，而且还跟全家大小呢一起分享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它的真的很多种口味，所以呢，可以符合的是每一种的一个肌肤。是的，是的。再来哦，真的不管男女老少，你的老公都可以跟你一起用。我们已经卖出了64套了。OK， 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电话非常的繁忙。OK， 如果要抢到的话，记得一定要上网去购买，好不好？不然的话，等下抢不到卖完了的话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要怎样跟你讲。是的，真的。那就没有了，你就只能99令吉在外头买一个10片这样了。是咯，哎，你看看哦，只要上网购买哦，看到我们这个 Crescent 的就是天然精华面膜呢，按 Buy Now 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同样的，你上网去买的话，我们同样也是有提供，就是呢货到付款的服务，意思是讲说送到你的家门口呢，然后你才给钱，不用在网上转账的 ，OK？ 是的，而且呢，你也不用付任何的运输费哦，是免费送到你家门口为止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再等待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的容颜哦，真的不会等你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抓住青春的尾巴。对，所以呢，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上到 www.cjwowshop.com.my。一个套组有5种口。
口味，而且有五种不同的功能哦，看到吗？有舒缓啦、提亮啦、清爽啦，等等等等的。真的最实际、最划算的一个美容护肤秘诀就在这里，只需要15分钟，肌肤水嫩又亮丽。是的，今天我们给你的 Crescent 天然精华面膜买50送给你50，真的是超级大放送，市价真的可是需要490令吉哦，但是你今天一通电话可以省下391令吉，因为疯狂优惠价只需要99令吉而已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买50送50这样的东西，除了老板疯了之外呢，没有其他的理由了。真的，而且呢，只有 CJ Workshop 呢才会做这样疯狂的一个事情。所以大家，你今天有看到这个节目的话，听好，你是幸运的那一位。为什么？女人都爱漂亮，但是我们不舍得把皮包的钱掏出来。所以今天50送50，一共100片的面膜只需要99令吉而已，真的。所以呢，一片的平均价呢，只需要99.3而已。是，而且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有5种不同口味的这个面膜，也等同于说有5种不同的功能，可以呢，让你在你的肌肤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选哦。比如说今天我觉得，哎呀，我的肌肤干干的，那我就可以选这个海草的滋润面膜。然后又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今天皮肤好像红红的，我就可以选这个樱花的舒缓面膜。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呢，它都可以迎合你的需求，真的。然后再来的是，女人为什么需要敷面膜？你要知道哦，敷面膜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冷静下来，是的，给它舒缓一下，冷静哈，然后不要太紧张。对，我们的肌肤需要冷静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每天太阳这样子晒。打在他的这里哦，他很痛的耶。但是呢，你有给他滋润吗？你有安抚他吗？是的。然后你有给他喝水吗？没有。没有的话，你会怎样？肌肤越来越多的皱纹，有的皱纹会开始下垂。不是，下垂了之后呢，如果干燥的话，你的肌肤会裂开。我突然间就想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肌肤就好像我们的老婆这样啊，是，你怎样对待他，就怎样对待你。OK， 你今天都好好的对待他呢，他就好好的回馈给你喽。如果今天呢，你就不好好对待的话，我跟你说，那些皱纹啊、黑斑啊，真的是没有再客气的。是的，你看，我们已经卖出了82套了，所以大家今天的这个套组呢，真的是需要大家冷静的去抢购，好不好？记得我们的网站哦，是 www.cjworkshop.com.my。那除此之外哦，你一边打电话一边上网的话，请看一下我们这里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现在要拿出的是我们的柠檬蜂蜜面膜，是的，大家知道我们要切柠檬很麻烦，要加上蜂蜜下去，又不晓得它会被吸收去我们的这个肌肤里头，不用担心。我们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柠檬啊，就是拥有很大量的这个维他命 C 哦，所以呢，它在这个提亮跟美白方面的美白方面呢是非常有效的。是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把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在一个面膜里面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它里面的面膜的这个精华液有30g，足足有30g这么多，真的，而且它是满满一包的哦。你看，是的，现在呢，我就要从呢我里头掏出来这一片面膜。那这个面膜你不要忘记，你看有柠檬啊，然后呢还有那个蜂蜜的一个味道，是是是，哇，哎，很香哎，就是淡淡的那种柠檬香气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超爱那个蜂蜜的一个味道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在外面买的这个面膜，它的精华液不够多的话，其实也是白用啦。真的、okay? 你看哦，现在我把它给拿出来之后呢，我把它抓在手上，为什么？我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我要把我的这个精华液给念出来。有没有看得到？不停不停的一直在流，好像下雨一样哎，而且呢是狂风大雨哎，真的，你看到那个水呀、就是源源不绝，应该说是精华液啦，源源不绝这样子流出来，我就已经吓傻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想一下，满满的30g的这个精华液哦，可以呢这样子呢，哎，就是敷在你的脸上的话哦。
真的是很吓人，好不好？没错，然后再来哦，我相信哦，我们这里头的还是有一些些的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哇，哎呦喂，天哪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吓死我了，很多哎、欸。这一些精华液呢，你真的不要浪费，你可以拿来擦脖子啊，然后呢，拿来擦我们的脚啊，对，是脚踝呀、啊。是的，因为呢，就是不要浪费嘛，所以我大概可以让大家看一下。就30g 的这个精华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就是光景的话呢，如果放在一个小瓶子里的话，它有这么多哎，看到吗？所以你要想象一下，这么多的一个这个精华液呢，全部泵进你脸上的肌肤里面 ，OK？ 它满满的这样子泵进去之后呢，你想一下你的水肤有多水嫩呐、啊！真的，而且今天哦，你不要忘记哦，那么厉害的一个面膜，我们50片送给你50片，不是因为它是 promotion 还是什么，是因为今天是第一天，是的，隆重推荐给大家，有没有看得到？99令吉，你可以带回家的是这一整篮，一共有100片，你。放在你家的冰橱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天用一片哦，你真的会开心到那个嘴角哦，从那个耳朵连到另外一个耳朵去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就是哦，你刚刚看到那一整盒100片，是不是？99块是不是？但是你看看，啊，你的那个是什么、啊？平时你在外面买的话，99块你就只能买这样子罢了，真的，15片罢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今天你看一下。你要买这个还是买这个？对，聪明的女人们，你知道你要选择哪一个的啦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看看这个也差太多了吧？是，这个哎呀 ，sorry 啦，可以丢掉了。真的、okay 哦、我手没有力了啦，太重了啦，100片的这个面膜，100片真的很多。而且我们今天要强调一下，我们是有5种不同功能的这个面膜，包括说樱花呢，就是舒缓肌肤的作用啦。是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这个石油油哦，我们已经卖出了103套了，真的！而且你看，佳琪，我们还有23分钟哦，而且呢，存货有限，所以大家趁着老板还在疯狂的时候，赶紧抢啊！真的，哎，现在我就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海草滋润面膜，也就是保湿作用的啦。是，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木瓜酵素的，可以让你紧致肌肤的。所以呢，各种不同的需求呢，都有各种不同的用处。是的，如果你呢，从来没有可以算是的好好的保养你的肌肤的话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呢是面对呢现实的时候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只需要用这个 tester 哦，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这个脸部状况，你就可以知道平常我们的脸部状况呢是多么的干燥。你看，35.8，然后油分是23.9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的模特儿哦，已经算很不错，可是还是可以再加强。真的，好好，而且你看哦，他的脸哦是光光嫩嫩的感觉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那只是外表，它里面哦是没有。是缺乏水分的，所以你看，今天我为您推荐的是这个樱花的面膜，可以呢让你舒缓呢，甚至是做到呢提亮的一个效果。是的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可以呢，就是把它拿出来之后呢，其实我觉得说，另外一个面膜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服贴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外面买的一些面膜啊，它的这个大小呢，就是很不服贴我们的脸型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想要打人，有没有？因为呢，有些时候呢，就是它不够大的话呢，它有些地方应该要敷到的，它又没有敷到。然后呢，有一些地方呢应该要服贴的，它又不够服贴。哇，你看，哇，我们的这个面膜呢大小刚刚好，而且呢就算太大你也不用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够服贴，可以把你整个脸哦，就算旁边的一个轮廓、哦、都紧紧的包着。而且你看下面哦，它还有很大的一个空位哦，我们抬头看一下，你看下巴的部分也照顾到很好，然后你可以顺道这样子带下来脖子，顺道带下来脖子，哇，直接脖子呢也可以呢非常的滋润了。你有没有看到它的精华液闪闪发亮的？真的，所以你看看啊，今天这个就是超服帖的一款面膜，而且呢，它的这个面膜的这个款式呢，应该是说呢，大家这个脸型大小的话呢，都可以使用，因为它是比较大的嘛，所以呢，你看看，把它拆了之后呢，哇！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个光泽感了，是的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得到整个脸哈是水嫩嫩的，对不对？真的。然后呢，现在马上就要可以来看一下之后的差别又是怎样的呢？OK， 1、2、3，你马上就可以出来。刚刚我们看到是30多嘛，现在呢，哇，已经是58.1嘞。
我们短短的可能只是几十秒的时间哦，它已经是提升这么多了。平时呢，我们敷这个十五分钟的话，你想一下，那个情况会更加的，哎，就是加强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水嫩的感觉？那就是因为呢，我们的肌肤已经喝水了，所以你看它整个感觉是非常的光滑的。你想要你的脸也是一样有 baby 的肌肤的感觉吗？就要赶快让你的肌肤喝水啦。是的。再来的就是呢，大家不要忘记哦，你看哦，就是每一天晚上呢，你都可以来敷一片面膜。我就是很喜欢啊，这样子敷了面膜之后呢，你看不管到哪里哦，我工作之前甚至是呢我在用着电脑啊，在处理一些文件的时候，只要有空我就会敷面膜。面膜达人啊，真的是很顶一下。我跟你说，哇，你在什么地方，这在飞机上面，哎，对对对，飞机上面因为很干燥嘛，所以是一定要敷面膜的啦。真的。而且你看，你不要忘记哦，今天你真的整张床都可以是我们的面膜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五十片我们要再送五十片，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？真的，看到吗？我手上呢就是只是五十片，我们已经卖出了150套了嘛。是的，今天真的不要走宝，看我手上这个满满的，只是五十片而已。然后你要想一下，这五十片哦，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，我们五十。再送五十，就等于我手上的、okay、啊这一篮了，有没有看得到？满满的100片的面膜，你就只需要用99令吉把它给带回家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这满满的一篮可以足够给你一整年的一个用量，甚至是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女儿啊、你的老公啊，全家大小通通都适用哦。真的，所以呢，大家不要再等了，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上到我们的网站去抢购 www.cityworldshop.com.my。50真的只有在这里啊，今天真的是超级大放送。没错，市价可是需要490令吉，但是现在马上帮你节省了391令吉，疯狂优惠价，你只需要出99令吉而已哦。等同于什么呢？一片的面膜的平均价格不到一令吉，只需要99分而已。真的，现在电话在在线中，对不对？教你们另外一个方式，赶快上网购物，还可以额外获得58千的哇购物积分，也就是说下次你买东西可以 discount 5令吉。是的，滋润肌肤真的是刻不容缓的事哦，所以呢，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上到 www.cityworldshop.com.my。我刚从 GB 主持完活动，然后回到这里，现在凌晨3点钟，我还没有卸妆，还没有保养。那卸完妆又要上 moisturizer、toner， 很多很多很多步骤哎。如果有面膜的话，就可以搞定了。哇，你看一整床满满的面膜，100片面膜，哎，吓死人了！真的想要敷就敷，敷个给他开心啊！真的，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讲说，做这个正常的保养已经是不足够了。是的，虽然我们天天都是在做，但是为了要我们的肌肤呢更加的进一步的变好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女明星们哦，全部都无时无刻都在敷面膜，就好像我们星星这样。我跟你说，你 stuck 在Jam 里面哦，敷面膜，然后再来哦，你坐飞机的时候敷面膜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呢，皮肤是特别干燥的，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把面膜带在身上。重点是哦，现在哦，你也不用去韩国搬了一大堆面膜回来马来西亚，为什么？今天隆重推荐给你的这个 Crescent 天然精华面膜，它就是韩国制造的，对，在韩国制造的，我们已经把它搬来了马来西亚，是的，而且以最划算的一个价格，100片哎，只需要99令吉而已。OK，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讲说老板疯了，老板疯了？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也是因为呢，他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在 CJ Workshop 新品上架，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会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，去让大家试试看，觉得说，哎，它到底有怎样？所以呢，才会给大家今天50送50的一个优惠。真
的。Okay. 而且佳琪我很喜欢，为什么？它这一百片里头哦，它有不一样的一个口味哎。哦、oh.。很像呢，妈妈今天会煮鱼啊、煮肉啊给孩子吃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们的肌肤也有分周期的哦。是的。他今天想要喝木瓜汁，还是他想要吃一点那个柠檬汁、哦？对，还是海草汁？是的、啊，就是这个套组了。因为呢，我们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功能，包括说这个木瓜酵素就是紧致的啦，海草就是 hydrate 的啦，也就是补水的啦。是。然后还有樱花就是舒缓的。哦，我们已经卖出了210套了。哇！哎，大家抢的有够厉害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是要用抢的，因为等一下呢卖完了，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再推出啦。没错，而且是一个就是介绍的一个价格。是，而且大家面膜真的一定要放在家里，是用囤货的方式来囤的、哦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囤吗？因为呢，我们这个呢是刚刚哈、哦、新鲜滚热辣从韩国运过来的，所以呢它的 expiry date 呢是可以到3年之后的。没错，所以大家今天哦，你买一套哦，其实是不够的。为什么？全家大小都会争着拿着面膜来用，所以你赶快趁着老板疯了，只需要99令吉，赶快先抢个2-3套回家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在下面哦，不然的话，你可以现在马上插队，直接上网购买 www.cjworkshop.com.my 抢购吧。强力推荐 Crescent 天然精华面膜，韩国制造，所以是信心的保证哦。没错没错，你看哦，一个套组有5种口味，不一样的一个功能，可以满足你不一样的一个需求，有舒缓的啦、提亮的啦、滋润的啦等等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今天你买50片，我们完完整整再送给你另外50片，真的是超级大放送哦。是的，市价真的是需要490令吉，但是今天在看电视机的你，你可以马上省下391令吉。为什么？疯狂优惠价只需要99令吉而已。是的，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等了，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上到 www.cjworkshop.com.my。哇、wow, 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电话热线真的是已经是太热了，大家都想着要把我们这个 Crescent 50+50的优惠给抢回家。没错，我跟你说，用这个火热来形容不以为意了，为什么？要用滚烫，电话在滚烫，滚烫，我们赚了260套了，天哪！哎，你知道吗？这260个人呢、哦，大家真的是很聪明。OK， 你已经抢到了，因为呢，它的存货真的很有限。是的，你抢到你就赚到。是的，如果呢，你的阿姨啊，还是你的女儿啊，没有看电视，没关系，你先帮她抢。为什么？是的，你今天有抢到，我跟你说，保证值得，保证划算。是的，因为呢，今天呢，这个50+50哦，只需要九令吉而已，等同于说一片哈、哦，只需要99分。而已哈，是的，99分，你想想啊，今天出去你买什么东西哈、哦，好像也只买到3粒糖而已，还是一根葱啊。但是你今天哦，你可以把它敷在自己的脸上，你知道吗？替自己的肤质呢，好好的保养一下。是的，没错。那当然不要忘记哦，今天一共有5种口味，为什么一整个套组里头有5种口味？你要提亮的有提亮的，你要保湿的有，还是呢？紧致肌肤，对，你要紧致的话，皱纹开始多了，开始下垂的话，我跟你说。赶快敷一下木瓜酵素的这个面膜。是的，还有当然就是提亮的啦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石榴啦，还有我们的就是这个柠檬蜂蜜的精润面膜呢，非常的棒哦，它也是可以就是提亮啦，然后美白的一个效果啦。是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哦，它叫做 Crescent， 重点是这个面膜哦是原原本本。在韩国制造好了，然后新鲜出炉就运来马来西亚，推荐给 CJ Workshop 的客户朋友。是的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一定要强调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很多人都担心说买这个面膜哈、哦，买到就是差不多要过期了的，我用不完的话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刚才讲了，这个呢是新鲜滚热辣呢从韩国运过来的，所以呢它的制造日期是现在不久的 ，OK？ 所以呢你在放在家里的话，它可以耐3年，好。
好不好？没错没错，可是还没有到3年，你应该已经用完了啦。真的，而且来看一下哦，你看这个包装下面呢，最主要是你买面膜一定要看它里面的这个精华液到底是有多少，30 gram。我跟你说，你在外头哦，你看到20 gram 哦，你已经要偷笑了，因为已经很多了。但是今天我们额外再给多你10 gram。30 gram 的一个精华液，满满的一个水分就在这一包东西里头，而且它只需要99令吉，也就是说一片哦，只需要99线哦。是的，而且呢，星星呢，现在那个马上呢是把我们的这个就是没有开过封的，把它开封之后呢，你看把它这样子挤出来，你自己看一下，这一些精华液哦就会待在你的脸上，甚至是会被你的肌肤给吸收，你想要吗？真的，而且你看一下，满满的这个30 gram 的这个精华液哦，我们真的不是在骗人的哈、哦，因为呢，外面的这个面膜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可能说它会便宜啦，但是它里面的精华液有没有这样重本这样子放下去呢？我就不知道啦。哎，真的， okay? 我好像捏了一分钟，它都没有捏完哎。是哈、哦，哎，除了那个面膜之外呢，不要忘记哈、哦，我们如果呢。哎，它还有一些剩下的在我们的这个包装里面，你看一下，也是很多很多的。没错，让我挤一下。OK， 其实也是蛮多的。哎，你看哦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说到了30 ml 或者30 gram 的这个精华液，如果说把它放在一个小瓶子里面，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？你看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超多的，满满的一瓶的精华液，看到吗？这样子的一瓶精华液，你想一下，把它全。全程的这样子泵进你脸上的肌肤里面，天天都在做的话，你的脸还不够人家亮吗？你的脸还不够人家湿吗？对不对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有时候啊，很多妈妈们啊，就是打完太极了之后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一大群坐在一个茶餐厅里头吃早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到隔壁的？哎。怎么皱纹好像又多了一条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做那一位朋友哦，你要先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的脸蛋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呢，我们每一天呢，新陈代谢也好啊，甚至我们年纪一直变大的时候呢，真的皱纹随时随地都会出来。我还以为你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讲说一边吃面的时候一边看一下，一边可以敷面膜。但是你看一下啊，今天哦，星星哦，他的这个还没有敷面膜之前呢。它的那个水分呢，只有区区的44罢了哦，然后油分还蛮高的、嗯。但是呢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一下，它要牺牲小我。哎，这不叫牺牲哦，我跟你说，我很爱敷面膜。OK OK， 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44%吗？那是因为我天天都在敷面膜。哦，真的真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呢跟我的肌肤一样，也是这样子水当当的话呢，你一定要敷面膜。哦、我已经卖出了320套了，加油加油 ！OK。女生呢就是要用水来做 ，OK， 我们要记得，就是女人呢就是要水做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呢你的这个脸上的肌肤呢，同样也是要有足够的水分呢来支撑它呢，才会美美的、漂漂亮亮的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现在星星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面膜敷上脸之后呢，其实它是非常服帖，而且你看到它脸哈虽然小啦，可是你看到你就可以看到说它多出来的部分其实是很多的，所以呢它适合各种不同的脸型，因为呢它的这个面膜呢够大 ，OK，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它的那个精华液啊不。一直在流，所以呢，除了你可以敷在脸上之外呢，你可以把它擦到你的脖子啦，或者是可以把它擦到你这个手肘啦，一些可能关节的位置比较黑的地方啦，不要浪费 ，OK？ 因为哎，满满的30 ml 的这个精华液啊，就是除了可以敷在脸上之外，也可以敷在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。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今天可以看到、哦、它在鼻子的部分啦，或者是我们在脸颊的部分，它都。非常的服帖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，就是可能敷到一半它会滑下来啦，还是它有一些地方啊，它可能敷不到还是怎样的，是很浪费，有没有？没有这回事的。今天我们虽然99块，可是呢100片的话呢，它还是做到完全最上等的一个素质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晶晶、星星、晶晶、星星，你不要笑，你动来动去、转来转去，看一下它会不会掉下来，让我看一下。
OK， 就是今天你因为我们讲要服贴嘛、嗯，如果你很大力的一个动作的话，它会掉下来吗？哎，完全不会耶，所以你可以相信说，就是哦，它的这个面膜这个素质非常非常的好。好了，星星，你现在可以拿下来了。哇哇，亮晶晶，水嫩嫩 ，OK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敷了这个就是面膜之后呢，其实它是有立刻提升你这个肤质的一个效果。是的。那到底有多提升呢？我们现在让我们的星星呢来做一下之后的一个测试，到底又是怎样？刚才之前是44点多嘛，然后呢，现在可以看到呢，哇，马上就提升了56.9，哎，天哪！而且你敷了才不过还没有到一分钟吧，我觉得，所以你想到说不到一分钟，它已经是提升了10多%哈，更何况你是敷了15分钟之后，真的，而且没有看到我的油分呢，它也降低了，减低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看我们的肌肤哦，只要呢有满满的这个水分之后呢，哎，油分呢、啊，甚至紧致度啊，甚至皱纹啊，都会减少。是的，除了我们的功能性之外呢，今天当然也要讲一下价格了。你看像我手上哦，满满的是50片，这边只是50片而已啊，50片的这个 Crescent 的天然面膜，你今天呢把这个套组带回家。这个50，我们再送给你50，哎，哇，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大篮。我跟你说，我家里哦，冰橱哦，满满都是面膜的。为什么？你放在冰橱里头，当你在敷的时候是特别舒缓、特别冰凉、特别舒服的。是的，而且呢，你看看呢，99令吉哦，在外面呢，你可以买到的。只是区区的这样子15片而已，看到吗？这样子的15片哦，跟星星手上的比起来，你要买哪一个？你告诉我，你那个是冰山一角而已，真的。而且呢，你也不晓得它是源自哪一个国家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大家千万不要走宝了，马上行动，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上到www.cdwallshop.com.my 来抢购。今天把它抢购回家，绝对是没有，哎，就是没有，哎，真的不会后悔的啦，没有再后悔的啦。OK， 所以马上拨打哦。50就在今天，真的是超级大放送哦！没错，市价可是需要490令吉，但是现在哦，你一通电话省下了391令吉，疯狂优惠价只需要99令吉而已。是的，一片的这个平均价不到1令吉，只需要99分而已，你可以相信吗？哎，我教你哦，如果你现在上网看 Q 插队的话哦，还可以额外获得58%的网购积分，也就是说下次你买东西可以变成现金折扣5令吉，真的。的滋润肌肤啊，真的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哦！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上到 www.cdwallshop.com.my 来抢购吧。刚从绝壁主持完活动，然后回到这里，现在凌晨3点钟，我还没有卸妆，还没有保养。卸完妆又要上 moisturizer toner， 很多很多很多步骤哎。如果有面膜的话，就可以搞定了。100片也太多了吧！真的，所以呢，我把它铺满了我整床，天哪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呢，我每一刻的肌肤都在水嫩、水当当的感觉，就是在那个水当中游来游去、游来游去这样子啦。他们都在喝水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女生呢，现在呢，毕生的志业呢，就是就是要照顾肌肤这件事情啦。那除了我们一般平常的这个护肤程序之外呢，最重要就是什么呢？无时无刻都要在敷面膜。是的，很像啊，你在 gym 吗？我已经卖出了400套。对，如果今天你买到了这100片面膜，真的不要吝啬，好好的去用它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脸只有那一张，如果你吝啬的话，你的老公也会对你吝啬。是的，因为呢，你没有好好的爱你自己呀。应该是说，今天呢，把我们这个Crescent带回家的话，就是最划算的啦。你不用太贵的价格去买。然后100片的话，你想一下啊，你一个月的话呢，你一个星期啦 ，OK， 你做两次，我给你做两次，一个月你就用8片嘛。我们这边100片，你可以用1年。真的，哎，而且啊，很多大节日要到了，对不对 ？Christmas 也要到了，新年。如果你收到100片面膜当成是礼物的话，你会开心吗？会，我会。哎，对，
我们的制作人讲，我立刻嫁给他。真的，来，有谁要？赶快买了100片，我们给你我们的那个电话号码，就在下面。真的，所以今天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100片当中呢，它有5种不同的这个功能的面膜。是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功能性是非常好的。就是你今天可能说你想要觉得说脸部累累的，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的这个石榴优格啦，可以让它亮肤一下啦，是的，或者是让它讲的瞬间的活过来的感觉，是的，激活我们的那个细胞，是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如果妈妈们哦，你会发现到我的皱纹好像越来越多，好像呢有下垂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赶快敷一片木瓜酵素面膜，因为呢它可以帮助你紧致肌肤，甚至是提拉我们的肌肤，或者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会时常去海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去海岛的话，就是会晒太阳，晒太阳的话，那个皮肤不是会很红红肿肿的吗？是。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我们的樱花面膜啦，因为它是可以达到这个舒缓的作用，真的冰冰凉凉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哦，还有一个就是平常如果你熬夜的话，是不是你的女儿哦经常爱夜睡，然后呢会爆进春痘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赶快给她一片海草面膜，因为呢可以滋润补充水分，对，然后呢可以舒缓，让你的肌肤冷静下来。是的，所以呢今天的各种不同的面膜呢，都可以迎合你各种不同的肌肤的状况跟需求哦。所以呢大家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买50送50的一个大优惠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听到这个买50送50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吓到了，真的。而且呢，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说一下，现在看电视机的妈妈们，你早上一起来送孩子去上课，送完孩子去上课去买菜，买了菜回家准备早餐，准备午餐，准备晚餐，你有保养吗？450套了 ，OK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存货真的有限，因为呢买50送50这样的优惠呢不是天天都有的，所以大家记得把握机会，在剩下的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 ，OK 拨打我们的热线，因为拨打热线又很热哦，没关系，你又可以呢上到我们的网站去把它抢购下来 ，www.cjwowshop.com.my 就可以了。是的，大家呢真的可以看过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呢我们今天呢买50送50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是我手上呢就是50片要送给大家的，50片已经是很多了，看到吗？这个是要送给大家的。喂，我这里呢就是50加50，你今天只需要花99令吉，你就可以把这100片的面膜给带回家，好好的放在冰橱，你想要用你就用啦。是的，所以呢大家今天千万不要再等了，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上到我们的网站去抢购www.cjwowshop.com.my。 今天呢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天天精彩，天天哇，拜拜。